来个红惩戒，行，萨米拉让人干了，让我扛一扛。你还回城，我他妈吹，我吹你一小下。烧一波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不干一波，兄弟们，这不干一波，打！我征服者叠满了。这可不行啊，这。哦，谢谢树上有个猴的飞机儿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这0-4了，兄弟们。还有最后一分钟啊，直播间只有四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极限反杀0-4了，这怎么办？哎呀，对面是魏打野的话，学个 W， 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应该能扛起大旗，问题不大。先反他个红，上了 K 轮没闪现，中路蓝枪不好抓。还有10秒了啊！谢谢啊哈，那就去啊！打4个5个飞机，五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！谢谢亲叔叔的飞机，谢谢改名位置中奖。看谁中了，恭喜改名就位置中奖，我们升了。我们玩打野啊，在这种劣势局的情况下，你要想好应该去哪路了，这很重要。先看一下兵线，上路的兵线只能越塔，但帮积木越盖轮的塔不太好越。中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但是青钢影没有多少血，来跟他打来，他不可能打得过我们。先把他杀了来，闪现躲个 Q， 平 A 接 Q， 接 W 溜，再接 Q 拍地板减速，有意外收获。好，这波可以打，盖轮应该不能打了啊。好，打完血回家，这是意外收获呀。先来个皮孩，巨齿短臂，去把下路卸打了，然后我们看看到底是去中还是去下啊。下一个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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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怎么就知道跑啊。直接来中，对面打野搁下路呢，这波直接抓中，开地板，惩戒小兵升级接个 Q， 踹中，开地板，插眼，看一下机器人的位置啊。从位的出来的时间来讲，可以判断这个蛤蟆应该是没打，把蛤蟆打了，
然后去下路赶克一波，这个下路还比较好赶克。别着急踹啊，机器人肯定会勾，等机器人出来。等机器人出来以后，我们直接跳弹走。他俩如果能杀，我们就不上了。帮一波中来，蓝枪把 E 用了，我看见了。回头大胆 ，OK。打破了 T。来积木等我，来积木等我，积木往右边走，积木，对积木，他才三级，他追不上你，没事，积木，跑吧积木，踩雷，雷没踩上，他还追，他死了，挡住他，这个位现在已经崩盘了，我们马上快六级，他才三级。他都不打野，这波怎么办？这波去他野区再蹲他一波，假装是去自己家的红啊，其实不严，要一个圈，从哪里走这一波，先扫一下看看蓝枪这下路怎么回事，这下路我得来啊，这我得来，我们的 Q 一定不能空， Q 空了就打不过， Q 他呀，哎呀，卡莎伤害有点高啊，卡莎的虚区有点高呀，我主要我没升六，他下路其实挺断我节奏的，这波我本来是想先去对面野区先反他一个蓝，因为那个位100%去打蓝去了，这波用 QQ 中吧，试试看，我这蓝枪不好杀，直接给他踹飞，抠！别着急啊，这波可以打，打破溜开地板，闪现走，抠一下，耶，没中，卡眼儿。打不了踹，我们有星石，旁边没人，直接跟他打。征服者触发，给我晕，踹呀，空了，开地板，把龙拿了。看看这位野区啊，找他一波，这边 Q 不着急交，我们等一会儿看是不是在这石头人呢，哟，来来来来来，积木积木积木一的，给个助攻，我就要个助攻就行。神龙的狂怒是无谢谢布莱克尼格的飞机。
好传送。哎呦我操，这咋没中呢？还不走，来走位，来走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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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走位是吧？那你给我死。他以为他自己带着闪现，我估计可能，或者是摁多了。这波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我们帮着积木吃了。先来个布甲海，眼儿不买算了。哎，这中路人有点多呀。踹中，踢上来，拍地板，往后拉。别急 ，W 给一下。踢死，先走，给 W 拍地板，先杀卡莎，没有人再可以杀得了我们了。来查眼 ，W 平 A 踹中，有意，中，踢中他就死，他没有意义了。有瞎眼吧，这咋这么狂呢，这蓝枪啊。我先走一走，踹上来拍地板，哎一下滑不溜，踢一脚，回头上他蓝，蓝打的有点快呀、啊。这样啊，我们在这个位置等他，他百分之百要来，我们在这等他。他要杀俺们家 ADC， 那我派个小兵。哎呦！去那边红。虽然说我们家现在我们杀了16个人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优势啊不是很大。因为我们家没有推塔。去上路找一波盖伦。他要杀青钢影。我马上到，中，他没技能，而且他也没有闪现，我们直接把他踹死。这盖伦没带闪，哎，等他回城最后一秒啊。直接把他秒了，我上了。红他应该是打了，所以我们去红也没用，先追踪。
敢拉我，没关系，有关系。什么东西给一直控制啊？控了我多长时间呢？这是控了我好长时间呢，我一直插眼插不出去呀，一直走不出去呀。哎呀我的妈呀，那烟雾弹就一直在这给我瞎眼。谁呀？这是先来个收集者，我出个夜印之风。在敖星的注视下，我已变得更强。我知道我插出去看不见，我寻他们家控制没有那么多。峡谷又没了。先给我杀蓝枪，中呀？为啥没中？人呢？拍地板，先踹走吧，先给他踹死。走呗，打板溜交惩戒，行呗，挡住他，别让他下去。对，我咋没看见俺们家这火蓝上哪去了呢？我就说怎么好像少个人儿呢？来贴膜，1块钱，不补了，这不给钱。哎，谢谢你的惩戒，我贴膜。哎，致盲，漂亮的致盲，踹！这也不给钱呢，赶紧把下塔拔了。我的招式快如闪电，闪现踹，踢惩戒，叶克。走呗，行呗，你哪有伤害呀？吸点血，踹一脚。踢过来，平 A 接我一下，拿不溜走，踹一下，踢上来，平 A 我死了，什么虚区？这是什么虚区？其实这波是有点狼了啊，请勿模仿啊，请勿模仿。我决定最后来个春哥，配个谢生。龙打野，怎么还给 A 死了呢？他们要打大龙啊！神龙之力庇佑着我啊！他们要打大龙，快点，一会儿打没了。没有放弃我的磨练。哎，哎呀，我操！这没抢下来，差多少血？回血了是不是？刚才那大龙。靠！
妈剩六十滴血，好像是。我惩戒的人，我惩戒什么人？我惩戒的龙。我用我一个拍地板加个惩戒，正好给他打没。760回血了吗？对，我刚才没有眼儿，我有眼儿也好多了，买个眼儿好。但我好像刚才没有钱，没钱买眼儿。这波儿啊，这波快中卡杀，看能不能秒了。我这 W 能走，我踢叶克。大卫来了，大卫科波菲尔。在哪里大卫呀，来了大卫，别着急上啊，拍地板快踢死，追追蓝枪 W 踢死啊，他怎么伤害那么高啊，啊我们家的积木怎么死的，这是最后来个蟹手，不来蟹手，最后来个死亡之母，算了，还是来蟹手吧，实在是没有多少血量。神龙看到了我内心的风暴，他的力量激发了我的潜能。打团呢，几个人啊，这你俩还真就打不过我，我套个惩戒，一下踹俩，击中死。机器人在右边，别着急啊，我们赶紧给个贴膜，拍地板，踹中，一克，赢没？中，这个走位没预判到。开中啊，别急啊，这蓝枪伤害有点高，我先吸个血。又没动，拍地板，快点让我 W 一下，先杀一个我们走，拍地板交惩戒，踹移动闪现走，死了，给我收集了。蟹手出完以后，那春哥卖了，春哥换个死亡之舞。我觉得我们家需要一个大龙，要不然拿不下来。对面还差一条龙，就是龙魂了，这可不行。神龙之力庇佑着我，肉身不灭。
先把卡莎杀了，这个英雄伤害有点高。这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来呀，只能打了，打吧！来，快！这咋？这也能空？我靠！你给我死！机器人要杀我！中推。可以推，可以推，踹，击中拍地板，扛一下吧，别的。七秒钟盖伦复活，看着点啊。不上了，不上了，不上了，这蓝枪我打不过他。他伤害有点高，撤吧，大龙。呀，我不回家好了。哎呀，我不回家，这 AD 死了。2600。2600一会儿再说吧。这大龙又要丢了。积木，快看呀，积木，积木！打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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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打吧。快，快中，开地板。我先把这盖伦杀了。那 AD 虚有点高，还好对面推不了啥玩意儿呢。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这把这个装备换成什么装备？我怎么给忘了呢？收集者没触发过，没发现吗？触发过呀，怎么没触发呢？收集者触发过呀。收集者换个大青羽吧。28秒有春哥。要打小龙了，兄弟们！我靠！先杀蓝枪。这里边怎么会有人呢？刚好我那春哥差几秒没好啊，春哥没好。龙魂呢？这不要龙魂了吗？好像有点打不过了，我们的能力正在下降。
哎呦我天，这人这个多呀！哎呀，这跟优势拿不拿资源没有关系，我们家挂机一个，那火蓝一直挂机挂了20分钟，本来这蛤蟆这英雄往后打就不太行，你一打五费劲，他们家那 AD 伤害比我们高，我进去我们始终还是个近战。我抢了33个人头，对，都是我抢的。